每个人对于家的向往往往有不一样的憧憬与情怀。从事科技业的女主人不追求时尚华丽的奢华风格，而是期待杨崇义设计师能为她独家打造温馨浪漫的乡村氛围。在仅有20平的室内空间里，杨崇义设计师会如何满足女主人对于浪漫情怀的想象呢？杨崇义设计师希望每个屋主可以大声地向朋友介绍他的理想豪宅，同时带给大家的是有幸福温度的所在，有梦想未来的家，有美好意义的堡垒。屋主他是从事科技业方面的一个事业，那本身他是信仰基督教，家的一个感觉是希望温馨温暖的一个处理方式。他好客，他有一些教友都会每个礼拜都会固定上门来到他家一起分享，希望他的格局进来是宽阔通透的一个感觉。原本建商的规划是3房2厅跟一个比较较封闭式的一个厨房，餐桌的位置设定是在比较接近玄关的一个位置。当然他比较希望还是保持原有的3房，就算是小3房他也认为他是可以接受。经过我们一个双向的一个重复沟通之后，我们建议他使用2房2厅的一个格局规划，让他在整个房间或甚至别的空间使用上的一个伸展度比较好比较大。从毛坯开始为女主人规划重整，杨崇义设计师为如何让女主人用自身的回忆述说空间故事，打造100%美好日常梦想家呢？这个案子我们是从预售屋开始去着手沟通之后，我们建议他把这封闭式厨房的这道墙我们把它破除，就有一个想法是希望水槽这个位置是可以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吧台，我们希望它是可以结合整个客厅的一个主轴再连接餐桌，所以有了这个大餐桌跟吧台一个连贯性，让它在这个空间上的一个运用是比较灵活比较好的。因为屋主本身他是在科技业上班，所以他希望家的感觉是比较轻松温暖，那所以我们选定了乡村风。他有一个提议是不是可以用蓝色，调配的结果我们采用了一个灰蓝色当成这个空间的一个主轴。那其实灰蓝色有让我们整个放松疗愈的一个氛围在里面。玄关的部分我们故意跳脱了一个军绿色，让玄关的一个氛围更加强。20平的空间里，杨崇义设计师透过开放式手法加成放大平效，并以中心点为轴心，分野了客餐厅场域。而设计师会如何为女主人打造独特魅力的餐厨空间呢？用地景的材质的不同来做厨房跟客餐厅的区隔。客厅这个电视墙，它是跟我的吧台水槽是做互相结合的，下面的置物功能是可以让客厅去做收纳。那后面的方式我就是真的是单独的一个独立水槽，餐桌是跟厨房水槽是有连贯性的，等于把这个餐桌是又放大到吧台的一个使用性上。公领域空间以清新优雅的迷人姿态展现乡村风的恬静与舒适，而私领域空间该如何透过乡村风形塑简约调性呢？建商原先的规划它是比较小的一个空间，把原本的3房改成2房，我希望它在主卧室更衣啊或者是睡觉的空间是可以比较舒适，不至于说我一开门就是看到一张大床，然后根本连我更衣的一个空间都没有。床头贴了一个强调乡村风造型的壁纸，墙壁的颜色氛围上是用比较薰衣草浅紫色的一个氛围，让整个睡觉的一个氛围感是比较舒适轻松的。衣柜上的一些线条我也是采比较简单的一些框架式的一个线条而已，而不是说太繁复的一个手法去做呈现。次卧的设计规划是比较以简单收纳为主，它就有一张比较特别的双人床，有点缀这个空间感的一个加分效果。屋主他本身就有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橘色，尝试了一些橘色的色彩，结果我们建议他跳一个主墙面，其他的墙面我们尽量是留白，以白色为基础，让这个原本比较小的一个次卧室空间看起来是放大，又有一些活泼性色彩性在里面的。原本是3房2厅，我现在改成2房2厅，所以我把一个空间平均分配给了厕所跟主卧室，让厕所的一个空间是稍微大了一些，然后还有它的一些瓷砖计划，整个融入我们乡村风格，花砖啊或者一些小碎花进去的感觉是比较阳光活泼的一个气息。它是没有开对外窗的，在门的设计上希望是透过一些镂空砍玻璃的一个方式，让
外面的光线又可以进入到厕所。这个案子我主要想要表达的就是客厅跟厨房的一个对应性。那我们把厨房的空间给打破之后，对这个空间的一个机动性还有整个的主轴是比较强调的，对于它的主要需求刻意的可以放在我们的一个视觉上。我希望给屋主家的感觉就是希望他回到家之后就不会想要再出门，让他可以在家里完全的放松，甚至他下班的时候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回家，那因为家有他灵魂寄托的所在。欢迎来我家，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隐藏着杨崇义设计师所坚持的设计理念。然而仅20平的小宅空间里，设计师巧妙地将格局重整与氛围营造，让女主人拥有超出梦想中的完美好宅，更让女主人时常对着朋友分享欢迎来我家。这一次杨崇义设计师完美的设计，着实的又将成就了一间100%美好日常梦想宅。